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，现在又来玩具开箱的时间。然后现在又买了一个种子魔方，还有2×2的魔术方对，块，那小朋友已经3×3都解完了，我又买一个新的。还要买一个四好，乘四的。看一下，这是奇异魔方的，它的种子魔方长得很像种子，禁术专用魔方。看一下背面，都差不多。还有试射，限量试射。没有，结束没有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打开，它这个就没有塑胶袋的包装了。之前一直都是。好，里面有一个小的，好像也立不起来啊。真的写一个奇异，奇异魔方。这边是黄色、红色、绿色，然后下面是蓝色。蛮特别的啊，是用种子的。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附秘籍，不知道好不好转，好不好解。这样转还蛮滑顺的。OK，好，那我们买了相当多的魔术方块，像是没有小琪的，然后这是玉龙的，对，然后这边两个都是奇异。两个奇异的，一个是光滑面，一个是 matte 的消光的。那这一个是，宝石圣所宝石，圣所宝石，它的是粗糙的，那这个是启航6.0的，6公分的，OK，里面最好用的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开箱这边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